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治疗仪的时候，我感到很惊讶。咱们说明咱们中医呢，也是在不断的向现代化发展了。 我们中医学总是会受到很多的指责、质疑，认为中医非科学，你拿不出数据来。所以，我们中医人呢，总想拿出一点数据让国人看，想跟别人去交流，用他们所能理解的语言，他们所惯用的那些数据去跟别人交流。 我们这个系统只是能够反映部分的中医的信息，我们无法反映专家们脑子里几十年积累的这些丰富的信息、宝贵的经验。我们这个系统还没有能够做到，但是将来随着科技技术的越来越多的渗透，我们希望是越来越有能力反映更多的专家的经验。 这个是舌像，还有一个面色、唇色，一次性拍摄的这么一个模型暗箱。这个呢，这里呢有一个脉象仪，还有一个问诊系统，合起来呢就中医的四诊一个检测系统。 中医需要天才，但中医不能靠天才来支撑这个江山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不是天才的，更多的人能够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，体现中医的力量的中等水平，而这个四诊分析系统就能达到。它不能达到最好，但能至少达到中等。 也要听，中医没有听诊器啊，现在医生也都用，这个是就新的一点特别起，早上打喷嚏，噶打了一个月的。
我觉得这个机器不好玩，就是因为，不比玩具好玩。有哮喘，有哮喘，今天才发作。嗯。出来了，粗糙，但是没有笑点。不要紧张啊，小朋友。咳嗽倒还好，可以学点关系。好了，是是，好玩。就是拿棉签。